我现在锅看不了，人妈岁数大了。就是姐弟恋现在非常的流行，嗯，弟弟很想找姐姐，姐姐也很想找弟弟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哎，你们说这我没看过，要不给你重要，你是老爷们儿，给你煮粉去吧。你再来吧，看电视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家哥孟佳，欢迎来到我家，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首饰柜。现在我是你们的柜姐，好多，哎呦，我真的超级多。你会淘那种？对，五浊呀什么的，不一定是都是牌子的。然后下面就是一些还没有开封的，哎呦，你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你喜欢的可爱类型，啊，是我的风格了。我其实今天也带了。你还带了呢？我带了，来吧。这是我这一次出差。带的一些些而已。嘉哥今天带，哎呦，哎呦嚯，哎呦嚯，然后一些什么手链啊，哦，这个好看。然后这边是耳环区，全带来了。对，我全带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，你猜它是什么？这是耳，我想试一下。这是耳环。你有耳洞吗？我有，有。我现扎耳朵眼啊，我在这硬往里扎呀，我吓人，真有意思。是我这个戴着创可贴呢。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录制，我会把这些饰品全部摊出来，然后看着衣服配，就喜欢往身上挂。全部，哎呀，好了，你是又扎了一个，哦，还挺好看，真的假的？还真挺好看，还挺好看的，风格是适合。哎呦，快快快，不行，这件，你这袋儿，我袋儿没事儿，这首饰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不够味烟了，你没事吧，毛毛？毛毛。毛毛被可乐淹了，毛毛还挺好看，我把那只也戴上。真的好看，看见没？哎，不错，真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是不？真挺好看的，对。是不是大耳环能显示脸小点？能的，就来这个吧，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给最低给了七折，好吗？最低给到七折，你太……还有啥？还有啥？这个适合你今天，这能不能戴上吗？我脖子可粗啊。能戴上。这个我们也可以，真的不多，给了七折，是不是？哎。瞬间我这个衣服滑跪起来了，你现在跟这个场景有点格格不入。但我这个毛衣很那个啥呀，你看我这小毛衣。九郎带个这个吧。好啊，我来这个。你这正好带麦着了，你到时候你那收声就得嘎嘎嘎嘎的。我有点改 choker 那个。是的，你脖子还挺厚实。哎，彩色的杨九郎怎么样？我们俩啊，我真有点看不清了，现在眼睛。啊，那算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我觉得，哎，毛有点低情商，不好看。高情商，我现在有点眼睛看不清了。一定是好看的，一定是好看的。哟，慢点，这都挺贵的。没有，都不贵不贵。这都是真钻吗？不是，真钻不能往这拿。你应该问一些设计，什么贵这那的。我看不。就我这种审美，我懂什么设计？我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贵？这种也适合。哦，这是耳环啊，这好大呀，啊！这个像那种少数民族的。我那天戴这个耳环，我在那个飞机上还是干嘛？我就口罩是遮着的嘛，然后我就戴，然后后面有小孩说：“妈妈，他的这个耳环，我是可以用手抓住的吗？”就是那个公交车的那个手把。该体操了。我是用手可以抓住吗？但你这真挺像，你这能真的很像。还有电视吗？有一个，我想要给你们推荐一个蜜姐的，啊，蜜姐那个和那个徐凯那个，对，因为就是很喜欢姐弟恋。我最近也是，就是我觉得姐弟恋很好。你说我最近也是，我去年不行，今年可以的，欣赏一番吧。我跟你说，喝多了酒就不要出去跑了，这么晚了，这样很危险。嗯，还有，热爱工作是好事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嗯，关心的很详细。有。秦律师，我要吃包子。来了。你知道吗？啊！我现在锅看不了，人妈岁数大了。哎，我现在猫猫的表情是什么呀？毛老师老淡定了，毛老师。毛老师卡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还好。就是姐弟恋现在非常的流行，嗯，弟弟很想找姐姐，姐姐也很想找弟弟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
我操，你们说这我没看过，要不给你不重要，你是老爷们儿，给你煮粉去吧。你大老爷们儿没事儿，也可以。要不把烤肠烤了呢？行，我给烤，你告诉我在哪，我弄上了。是吧？我俩先聊一会儿。关键我实在插不进话去。我发现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姐弟恋。对。而且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觉得弟弟反而更能照顾人，他愿意去注意到你的小心思。但你们说这个都是谈恋爱的层面，如果想要俩人在一起呢，结婚有未来呢，未来他会选 PC 小的。如果真的像电视剧里杨华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可以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呢？他就是在家办公，然后把家里收拾得很撑统，然后也会做饭做菜。我之前谈过一个年纪大的，嗯，然后就是他比我大6岁，嗯，然后我以为我会被照顾得很，很妥帖，嗯，但是也其实相反，就我是一个，本来我就是一个付出型那种性格，所以我在感情里面也付出的时候就很累。我跟你讲，这人会不会照顾人跟年龄大小一点关系没有？对，就是男生年纪越大，他还是小孩。啊、哦，多大岁数也不行，而且大岁数大了事儿还多呢。你给岁数大的人道歉，对不起。岁数大的人先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没想，岁数大的人先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说的是我谈过的岁数大的男朋友事儿还多呢。我们绝对不是说所有的人，这个水平一定要我们是带入自己的那个情绪了，就对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。那你上次为什么分手呢？太远了。怎么个说法？新加坡。哦，那是有点远。很远。那你俩多久见一次？我那个时候飞得还挺勤的，而且就也经常几乎都是我飞过去。他为什么不来找你呢？好问题，我后面也有想过，这个无法去评判，这个我也不会去说好像次数多了所以就付出的多，这也不好评。对，你感觉咱俩有点狗啊，咱俩就坐在这儿，然后他一个人在那厨房里啊，其实这样就是姐弟恋的。现在暂时把我们的眼睛蒙上，想一想，如果杨九郎是个弟弟，那很幸福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但是他人真的好，我觉得他真的是，他是那个每一次在饭桌上，我们需要有一些可能要吃饭前一定要开，假如说可乐瓶，他会先悄悄的把我那瓶拿过去，打开放在你这儿，对，他也不会说。我觉得九郎真是我认识的就是那种前三好的人。嗯，就是他性格也好，然后对朋友也好的那种。哟，那好香啊！咱俩看看去吧。你说，去看一眼呗，瞅一眼。带着毛老师去瞅一眼。毛老师，咱们去看一眼。杨大厨，哎呦，香啊！哇，哇塞！哎呦，这个是现成的还是？现成的，就是自己自己整。一会儿把那豆腐给我撒上面。啊，那一会儿毛毛你要不要再点点吃的呀，要不然我们一会儿吃酸辣粉的时候你得看着我们吃。没事，哎，毛毛我给你留了一份。我也可以不看。他说给你闪送过去。我给你留了一份啊。哎呦，下次吃。